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到一个，火箭的那个，发射架，一个上半截的火箭就落在那边啊，但是很模糊了啊，人家的记忆当中啊，后来的人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啊，后来的人也不知道干什么了啊，就一个城市的角落就落过去啊，也就是说。到了未来啊，这个已经废弃了啊，废弃了堆在那边，但人家不知道来龙去脉，为什么有火箭在那边啊？为什么火箭呢？在那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，这是未来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牛啊，牛老牛啊，在那个长江边上啊，在长江边上，老牛在长江边上。正在吃草的时候，啪一下子就看到那个长江变，变光滑整齐了啊，就像那个重新垒过一样，但是就是没见人，但是没见人在那边，去整理啊，那连牛都惊呆了一下啊，牛也惊呆了一下啊，这是外星人，在加固，长江两岸啊，准备要，后面为把那个大坝把它拆除啊，就准备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